11月17日，演员郭晋安、万绮雯、黄德斌、王浩信、朱晨丽、何燕诗等一众艺人，在江东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出席 TVB 剧集《致命复活》的宣传活动。众人在台上分享了各自在拍摄中的趣事。主角郭晋安表示，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自己的很不顺利的状况告诉人家，这个主角都是这样的，他面对很多考验，都是他人生的考验。如我希望你们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共鸣。而另一位女主角万绮雯则和大家讲述了自己在拍摄中的艰辛历程。在越南的时候，我是要拍一些，因为安仔给人家绑架，然后所有的戏份都是坐飞机啊、坐船啊，然后跟人家打架啊、给人家打啊，就是跑来跑去的戏份，所以比较吃力。但是刚才看见出来的效果那么好的时候，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尽力去做完以后，所有都是值得的。活动期间，当何燕诗动情了演唱歌曲之时，演员们都忍不住在台上跳起舞来，既有恋人的缠绵舞步，也有滑稽可笑的舞态，更有母子情深的舞姿，台上充满了一片激情和谐、温馨感人的气氛。在受访时，问到郭晋安在剧集首播时是否会跟小孩解释剧情内容，他很正面地回应说，我会在旁边告诉他这个是故事而已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真实的一些的事情，有可能在现实当中会发生，如果发生的时候要怎样去做，怎样去面对，就是表达这个意思。人的一句，要生存，美在畏惧。